欢迎回到梅都新闻。印尼大学人文学院汉学系于10月29号举办了2024年汉学节活动，丰富多彩的内容吸引了国内多所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积极参与。今年是印尼大学人文学院汉学系汉学节举办的第22届活动。本次活动以白蛇为主题，灵感来自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活动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是中华文化相关比赛及为期2天的中国戏剧表演。其中中华文化比赛又分为三大比赛项目，分别为中文歌曲演唱、中文朗读及中文新闻播报。每年该活动都会吸引全国各地多所大学学生的参与，不仅能提高学生们的汉语水平，也给各大汉语系的学生们创造了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赛事对我来说是很有经验的，而且也是我参加了是新闻主播。我接下来是希望是明年如果可以再参加的话，我可以再提升自己。Kami harap kegiatan ini bisa setiap tahun diselenggarakan dan mungkin nanti semoga di pelaksanaan yang selanjutnya jangkauan pesertanya itu bisa lebih luas. Waktu siwang se明年的 Sinofest 比今年。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